相偎相依，一家子好梦赚钱。OK，好，感谢。来，李班奈，而。而远处的溪水都是一群刚出门的小牧童，推挤跳闹，赶着小鱼，吵醒了一座矮矮短短的独木桥。好，停。来，强制。强制。于是。于是。强制有点忘记。说他忘记那个字怎么念。于是哦，我们是兴高采烈的。我们变，这是变啊。便与兴高采烈的前后看齐，摇摇摆摆，把脚尖并拢，绿绿油油，把手臂高举。好，来五家庄，接着迎着和风，迎着和风，迎着低声乌鸟，什么乌鸟？鸟鸣哦，鸟鸣，成体超超对齐，继续啊，散开，太快，不对不对，散开不能这样念，怎么念？散开，散。开，散开，一散就是千里。对对对，因为它有那个符号啊，所以要拉长音啊。来装的，你又不见了，装的又不见了。好，那就这样子吧。好，所以这个地方，哦，装的，你示范一下这个散开要怎么念。散开。好好，就是这样子啊，感谢大家。好，所以呢，这就是水稻之歌，我们昨天也看过了嘛。好，那么我看一下有什么东西，作者介绍都看过啦。作者介绍昨天有看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课文的主旨。好，这一篇就是昨天有叫你们写的，感受田园的自然美和活泼欢乐的景象。基本上活泼欢乐是属于第二段水稻之歌啦，田园的自然之美那其实就是第一首插秧的这一首诗歌。好，所以它的文体是诗歌。诶，这只有第一个而已哦，那没有第二个大意吗？为什么第二篇没有大意？我看一下这个大意怎么没有第二页？哦，有有有有有。老师，你在干嘛？水稻醒了，发现满脸是露水，大白菜还好梦正甜，溪水已经推挤跳闹，水稻兴高采烈，前后看起，迎着和风成体操队形散开。所以水稻拧人，大白菜拧人，溪水拧人，还有独木桥也是拧人啦。OK， 所以这一篇几乎都是以拧人为主。好嘞，那我要给你看另外一个，我不晓得我没有办法做到一起玩，但是试试看吧。我要玩，他等一下又跳出来了。先把音乐关掉，等一下哦。可以吗？第十二课的哦。那我叫人啊，我叫人回答好了，好不好？哦，这样大家就不会开麦很吵。好，来，吴雨晴，立，吴雨晴，右边，李敏轩，边，左边，李本奈，右边。韦奇，
左边。张腾。右左边。张星辰。张星辰。陈轩林。左边。廖恩熙。右边。祥智。右边。李家章。对。魏琴。左边。李敏轩。左边。左边右边李敏轩。左边。李根奈。右边。魏琴。右边。张腾。打勾。张英成。叉。李轩林。左边。廖允熙。左边。祥智。哦，那个左边。李家章。叉。魏琴。右边。李敏轩。啊，没了。恭喜大家全队，你还有120而已哦，因为只有20题啊，20题。好，感谢大家，那我们就把这个写错字讲完了。那我们来看阅读测验哦。哎，我们水稻之歌的是不是还没有写课文表格？是吗？水稻之歌我已经写完了，还没写，还没写。已经写完了。好，不水了，没有水了。早晨醒来，满脸露水，隔壁肥胖的大白菜，好梦正甜，正甜。远处的溪水涌，推挤跳闹。前后看起迎着和风，成绩超对散开。满脸露水，满脸西瓜露水，满脸芭辣。满脸露水，隔壁肥胖的大白菜，好梦正甜。远处的溪水涌，推挤跳闹。前后看远处的溪水，陈体操队上。好，还有谁没有写完吗？庄腾都已经把它念完了，感谢庄祥腾的赞助。我在这里。好，所以这就是刚刚庄祥腾讲的，满脸露水，隔壁肥胖的大白菜，远处的溪水。为什么没有歌啊？成体操队形嘛，对不对？它是什么诗歌哦？对啊，它是诗歌，其实是同诗啊，诗跟歌都还是放一起。那怎么没有歌？我也不晓得哎。好了吗？还有谁还没写好？都写好了吗 ？Everybody， 你们写好了吗？好了。哎，张先生好了吗？啊，你没有哦。好，没有就只能这样子了。
我要自己编。家章好了吗？家章你有贴好了吗？老师我没有啊。你怎么会没有？哦，好像你先走了哈，我已经写好了没？好插在白云上，插在蓝天上。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唱法？来看看这边还有什么可以给你们看的。你们要看这个？你们有听到声音吗？没有。好，我换别的分享方式。What's been it? Wait a moment. 这离我们比较近。然后物理性乐器上太大声了吧？然后物理性乐器上课，老师。这是哪里？他是写芦竹啦，这边就是这个稻田。我觉得这不够漂亮，我觉得宜兰的比较漂亮。我觉得哪里都不漂亮。我觉得我自己最漂亮。我回来了。好脏，不许动！加强外在保护力，但内在呢？全新扇子。这个是插秧比赛。比乐文化体验园区这边办了一场非常特别的插秧比赛。每个人限时五分钟，比谁插秧快。我直接丢，然后直接陷进去就好了。不少人插的歪七扭八的，大家浑身泥。而比赛完，大家感想都是粒粒皆辛苦。到田里，大幅有少数用一个弯腰。踩在泥水里的双脚要一边插秧一边退。阿嬷妈妈全下镇教的小女孩怎么插秧，还有家人在田边当啦啦队。加油加油！每个人双脚踩在泥水里，每一步都是泥，一步一退都不容易。朋友组队，全家人一起现场将十队的队伍比赛插秧，每人限时五分钟，一个接着一个。会不会有蛇？不会，这个水田不会有蛇。觉得新鲜又有趣。You enjoy the moment or you feel it's tired?That's exciting. 虽然大家都玩得很开心，但是看看每一组插得都歪歪扭扭的。台南后壁五米乐文化园区假日举办体验农村生活活动，吸引不少民众来参加。现场还有多样化的米食点心，让民众免费品尝。当然，小孩都吃得玩得很开心，也从插秧比赛中深刻了解到“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”的道理。记者刘汉生、邱俊明、张国胜，台南报道。所以谁赢啊？这就不知道了。好，继续看这个是帮忙插秧，来种。收割种稻的过程。就读国中小学的上午，这个是翻土，这个是翻土。然后翻土那个白鹭鸶都会跟在旁边，因为翻起来会有一些什么蚯蚓或什么的，它们虫类它就可以吃。怎么用这个歌啊？哇，这个水牛，水牛很快哦，你会跟不上它哦。而且牛就会乱跑，你知道吗？老师，林文彦快要来上课了。啊，没关系啊。他说他要来上课，可我不知道他说的是真的。哦，这个是插秧之前要先把地弄平，后面有一根很长的那个，就是把那个地弄平平整的东西。老师，他说他还在刷牙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不行，他我已经抱他今天那个没来了。
他不用急着来。这个就是插秧，好，这个也是用机器插的。那这个是叫补秧苗，就是有时候边边的地方那个机器啊开不到的地方，就要用人工的去补。好，我们家的也是这样。哦，那这样就发现很整齐，就像棋盘一样很整齐啊。这个就是水稻长大了哦，但是还没结穗，那这时候才是结穗了，好、哦，开始结穗了，但是它还不够弯，所以它要再弯一点才是可以成熟，才可以采收。好、哦、像现在就是比较成熟的状态的。好，再给它一点水，好、哦、让它吃饱一点。好，那基本上这个就快要采收了。采收之前，你的稻田都要是干的。然后这个时候，这个就是割稻机，割稻机就会开始了。这也是机器的，哈、哦，这样比较快。好、哦，这割稻机，啊，你看那个白鹭鸶一定很多，他们这时候不是来吃虫，就是来吃那个遗留下来的稻谷。但是其实还是吃虫比较多啦，因为有一些虫是躲在这个稻杆里面。啊，会不会撵到白鹭鸶？基本上不会。白鹭鸶只是会很靠近，白鹭鸶不怕死，为了吃不怕死，然后但是都靠很近。哦，还会有一些麻雀啊，麻雀就是来吃那个啦，稻谷的。好，然后这个就是割稻机上面啊，刚刚割的稻子，就会把它放在车上。那车子的话，就会把它再去农会去收稻谷。那用机器就很快了，然后这个就是稻杆，稻杆会把它绑成这样，像稻草人一样。哎、欸，你们还没出生呢、喔，99年，为什么？这是我的粉丝专页，这是我们家的粉丝专页。然后我们之前办过这个活动，大溪国小的学生来我们做、来我们的田里做插秧体验，这样子。这个是我们家，爸爸，对，这是我爸。好，那这就是我们家的东西，这个就是整地让它平的东西。这个大颗的这个石头啊，那个这个叫做点心蓝，就是以前插秧或收割稻的时候啊，就是田里的人就抬在肩上哦。对，抬在肩上，然后里面会放点心，就是你会扛去田里去给那些做事的人吃。哦，然后这个是石磨啦，远一点那个是石磨啊，这是大溪国小的学生。好，那这个的话，这一片是我们家的田嘛，在路边的田。哦，那我们就会放号码牌，那小朋友就是根据你的号码你去插，就插一点就好了。啊这个、对啊，这个的话就是介绍，这个就是以前。这个器具很酷哦，以前古老的时候，我不确定我要怎样才会插得平。那这个器具的目的就是把你的田地画成棋盘的格子，一格一格一格的，这样子，你可以了解吗？把它画成一格一格的样子，这样子。所以这个挂在这个墙上、啊，这个也是我们家，这是车库，左边是车库，这个是我们家，我们家就是那样子，一个么字形。三合院呢？对，微微三合院啊，这我们家的船啊，啊，所以他们就要下去啊。你看每个人的脚就露出细细白白胖胖的那个小腿，他们就要准备下田。好，那手上这个拿的这个就是秧苗啊，每个人这样一盆一盆的，你就要下去插。啊，有的小朋友一踩下去哦，就到膝盖，那脚比较短啊，而且要踩到膝盖，然后又拔不起来，那你懂啊？拔不起来又想要拔起来，最后他会怎样？老林我也来上课了。陷下去，跌倒，那就扑街了。
就是、那起不来，就直接卡在那边，没有人救他。对，你看，你看这个，就每一个洞都是脚哦，所以其实就是踩来踩去都烂烂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很可怕。那个脚印，那个哎、欸。啊、哦，你看他们就是这样子啊，这样子。那什么时候啊？多冷呢？2019年了。你看一下哦，我给你看，你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一格一格的？这个下面有一格一格的。就是我们刚刚用那个滚轮去画的，那滚轮也很难画哦。那个我也有参与，我就要帮我爸看，因为我爸就是要背着那个滚轮开始往后走，所以我要帮他看有没有对齐，然后他有没有走直线。你们有看得到吗？这个里面一格一格的，看得到。好，就这样。然后他们就开始很混乱的擦。就这样啊，我们也有准备点心啦，他们就是一样吃米苔木，会我们有供给他们点心这样子，所以我们家就是办过菜。我跟你说，这个之后很累，很累什么？他们会拆的歪七扭八的，你就要全部把它重新排好，你要下田每一个地方重新去走，把它重新排好补过。然后你看哦，那么多学生去擦第一次。但是补的时候，我爸是一个人去擦这整个田，所以他超累的。他说这个结束之后，他再也不要办，他觉得太累了，腰太酸了。哦，我好像也有去帮忙一下子吧，对吧、啊？那个这个太累了。然后我看一下哦，那你们家的船呢？对啊，这我们家的船，对，这我们家的船，那、啊、又可以来啊，我们家都有啊。我也是，可是你自己做的、哦。24小时，我们家自己做的船啊。它是可以做的，这可以搭乘的，哎、啊，也可以喂鱼啊。我们这池塘都有鱼，我不是有喂给你们看吗？有啊，割稻体验的，好像没有放上去。好漂亮哦！这个就是很多年前的了。那老师，你那个，你那个葫芦的还在吗？葫芦，你说哪一个葫芠？这个是热气球，有写一个，不是有一个葫芦，然后那边写福的那个。哦，那个没有，那个大概只有存在2个月而已，10月到11月会有，然后后面就没有了，我们就会把它弄掉了。这个是圣火啊，有一年我们有弄圣火。哈利波特，这个是热气球啊，我们自己弄，我爸自己弄。还有那篮球的，我记得。篮球，对对对，篮球也有。这个啊，哦、我们好像那个不是要有人压压吗？对啊，然后牛要在前面这样。对对对，所以我们家有这个。哦，那这个就是秧苗，一盆一盆的，插秧体验超累，累翻了。种不能种在土里面哦。对啊，就种在田里面啊。插秧体验的好像没有，我插秧不是插秧体验啊，那个什么割稻体验好像没有放。看一下哦，第一年做的爱心，嗯，你们刚开始做是？刚开始做就做这种简单的图案，爱心、月亮、太阳，之后就篮球场。对，我之后就越来越厉害，所以我们每一年都第一名了。啊，我们还有，我们家还有苦茶啦，就是我们家苦茶园，在那个苦茶，对，五群阿公喜圣那个在往上走，罗莎会馆在往上，我们家苦茶园在上面，就是苦茶，这一颗一颗是苦茶，那可以走上去哦。其实不太难，但是这个因为它这个地方我们还要晒太阳，它有点像咖啡一样，你采收过后还要晒太阳。好、哦，它外面还有一层硬壳，所以这个地方刚开始采收的时候还可以采啦，但是后来就不能采。你把它采破的话，它里面的油就会爆出来。这个是苦茶，啊，这我从2楼往下拍，这个就是采好，然后这拿去榨油，炒一炒去榨油。好、哦，这是榨油的机器。好、哦，这个就是苦茶油。好了之后就会这样一瓶一瓶的，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家苦茶树，每一年的10月第一个礼拜就要来摘苦茶。哎，没有嘞，我没有放那个割稻体验的。
好啦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家就是农，我们家就是农民啊，我们就是农夫啊。哎，10:03嘞，好吧，那我们就来看看什么呢？看习作咯。哎，习作之前好像可以啊，先看习作好了。哎，不对，今天是礼拜四，对不对？礼拜四要看成语。成语吧。今天是礼拜四，对，礼拜四要看成语。好，等我一下，我弄出成语。成语，成语在十几克。外卖。12克。十二。感谢。等一下哦，把它缩小一点。今天我们来吃外卖。中腿在干嘛？外卖。咖喱拌饭。我先存档哦，这样你们才可以圈。啊，存档。国十二课成语。档存。哎，我存去哪里啊？我存去桌面了。当然存进你的心。月亮代表我的脸。总统，你很忙哎。我这张圆嘟嘟的人。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云端问题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很忙，快好了，太多东西要关掉。成功上传。我想要给你们试一个新的功能，但是我不确定可不可以。子祥子，你在干嘛？天哪！低头干嘛？还在吃便当。没有。谁头上气哦？你哭了？看手机哦。不可能吧？老师说他在吃便当。等下头直接冻掉，是卡在那边。不要不要煮菜。你在吃水蜜桃？没有。老师，这是什么？等一下哦。锄禾日当，汗滴禾下土。为什么那么快啊？因为你在看的时候没有在冲，对不对？低头吃便当。吃便当。你们看得到这个资料吗？看不到，你有传一个那个连结吗？对，你们按一下那个连结。好。会看到什么？会看到我们要登录。还要看到登录哦。他说没有档案呢、欸。里面什么都没有。这样子呢？没有，里面什么都看不到。
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你们可以使用滑鼠或用笔吗？这个是笔。没有办法，里面一个东西都没有啊。所以你们按那个连接。我用我的灯进去，然后没办法。没有办法。还是你要按那个加。哦，有了有了，可是没有那个啊。右下角有笔吧？我有按那个连接，我是可以登录的哎、欸。有笔啊，老师。有笔。老师，我用我的账号，然后就刚刚给我退出，又没办法。有笔啊，可是没有那个啊。没有笔啊。没有纸啊。没有纸、哦，可是直接可以在平板上面画。可以用，李奔，那你画看看。可是我没有平板。我画啦，我还画一个嗨。你画一个嗨，我们有看到吗？你没有看到吗？我们没有看到。因为我是在那里面画，不是在这里。你在里面画，到底在讲我们也看得到啊？奇怪，因为它可以让很多人一起画。画、嗯、了啊，你们有没有看到？我们没有看到。它擦掉很酷哎、欸，还用那个粉，很像粉笔的东西一样可以掉下来。真的哦。血血啦，真的耶，为什么我看不到？应该是可以共用啊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厕所可以共用。啊不啦。哎、欸，可以啊，你们应该可以用吧？哇，老师好酷哦。我去掉，你们有人有成功吗？有画上去的吗？我有，我画上去了。可是你画上去，为什么我看不到？我不知道哦。来，再用按看看，我传讯息了，你们去按看看。有看到吗？是我画、欸，这是我画的，看不到。可是我们看不到啊，怎么这么奇怪？照理来讲应该是看不到，还是没办法，还是跟刚刚一样的。有啊，你看我画了，就看得到啦。你有没有看到我画打勾？我是在我另外一个装置上面。啊有啊，我看到。对啊，然后这是我自己擦掉的。我看到你的头了。啊，看到我的头。你擦掉那个上面有一个很像那个地标的东西，然后就有一个头。哈哈，你们有谁可以画吗？我画了。你画了什么？你看一下嘛。不是啊，如果你画了，我们就会看得到啊。但是我们没看到啊。啊？可我已经传上去了。你们是用第一个这个画笔对不对？对啊。我也开共用给你们看啊。照理来讲，应该是怎么会有一个臭臭的？对啊，有吴家章加入了，吴家章你应该可以画了，对不对？你试看看，你画看看，你用你的滑鼠画看看。有啊，有一个兔子加入了。再按看看讯息，不能加入的，应该可以的。你们很多人加入，应该可以画看看的。用画笔。旁边这边有一个画笔，然后按第一个彩色笔，然后这边点选颜色。老师，我不行哎。吴家章可以，吴家章你试看看好不好？家章，还有一个匿名兔子，不知道是谁。没有啊，是。还有一个乌龟是谁？没有。吴家章，吴家章你可以用。有啊，你有参加啦。老师，乌龟是我。乌龟是你，那你就去按这个笔啊。哪里有笔？
这边有一个彩色笔，左边彩色笔，还是你右下角有一个笔要先按？右下角有一个笔要先按？都没有。文轩，你要试看看，右下角应该会有一个笔的图案。右下角应该会有一个笔的图案。先按下去才会有旁边的这个。按下去才会有旁边的这个。陈轩玲，你试看看。陈轩玲，你试看看。还有一个熊猫是谁？还有一个熊猫是谁？没有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没有笔。老师，你再传一次嘛。错话了。骗人。老师，你再传一次嘛。我就没有笔，我就那个成语而已啊。好，你再传一次。没有笔。好，我再传一次。没关系，点一下，点一下，旁边就会有出现了。点一下，旁边就会有出现了。右下角会有笔啊。右下角会有笔啊。然后他不让我进去、欸，不让我进去、欸，他也不让我进去。他说无法什么使用这个档案，他说无法移动部分档案。对对对，我们没有移动，我们不是要没有移动，我们不是要标标。啥厉害？弄不了啊！弄不了啊！他说发生错误，没有笔，没有笔，没有笔。看一下哦，正在传视频哦。好，我再传视频去。可以共同编辑内容，对啊，可以啊。他说发生错误，请稍后再试。陈轩礼，你分享你的画面，我来看看。我只有看到这个图片而已。我根本。